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，我是吴新宇。那么棋子的艺术呢，我们这现在的最后一期呢，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盘啊非常精彩的棋。这盘棋呢，大家也许啊在各很多的地方看到过，很多的这个包括这个棋局讲解啊，这个文章上肯定都看到过，也许大家对这盘棋呢也还是记忆犹新啊。不过呢没有办法，这棋实在是过于精彩啊。那么呢我们今天呢只得呢重新啊再来请大家呢来好好的欣赏一遍。那么这盘棋呢就是在第十届三星杯半决赛啊决胜局中出现的这局棋，也就是罗喜和对阵崔泽汉的一局棋。那么我们先进入一下这个棋谱啊。战斗呢已经就是进入了中后盘了啊。白棋呢这个捞取了很多的实地，但是呢这里一带啊，这个白棋这些散兵游勇啊还是很多啊。那么当然也不能全给黑棋吃了，那么作为黑棋来说呢也是要尽量的围得大一些。战斗呢就从这个白棋自孤呢开始了。现在白棋打，黑棋呢反击啊，这个黑棋不能跟着硬，硬的首先就不太好硬，如果是提在这呢，那这个头显然是软的，那么白棋呢就压住这个黑棋呢不太舒服。那么如果粘在这呢，这里的味道显然不太好，那么白棋呢就小尖，黑棋自身啊还有没活的这个因素，因为吃这个呢白棋正好可以反叫吃，所以黑棋呢反击呢也是必然的。贴白棋提呢，黑棋呢就打吃啊，虽然有个劫，但是这个劫呢黑棋不是太重。这个白棋呢现在也呢就是说没有什么明确的活路，这时候呢罗喜和这个一靠，这个黑棋一打，这个靠具体有什么用啊，其实这个肯定白棋也算不了那么远啊，这种时候往往就是棋手的一种感觉啊，可能靠一下交换一下呢对以后的这个自孤呢会有一些帮助，会有一些帮助。只是这个棋手啊常年累积的一种这种嗅觉。然后呢白棋长，这个也要长啊。如果你急急忙忙去活，不管走哪啊，这个呢首先被黑棋一扳是先手，对吧，这个马上要打吃啊，这个打吃吃回来的话，这个白棋的控就不一定够了啊，这个肯定。而如果你硬呢被人家先手扳一下，这个黑棋这个包围圈就一下子变得很完整了。所以说这个一定呢要先尝一下啊，这个给这个黑棋啊留下这个许多的这个余味啊，许多余味。那么黑棋这时候呢提一个，这个总是要解决的，这个不然如果留个劫的话，这个地方白棋呢总是已经有退路了，所以黑棋补在这里。白棋靠啊，继续呢腾挪，这个呢像是形状啊，但是这样呢被一藏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只有一个眼，而藏在这呢这个出头的这个路呢就比较窄了，所以呢现在靠这个。那么黑棋肯定藏，白棋呢再粘上啊，白棋这个就再粘上。罗喜和呢下的也很强硬啊，就给他全拽出来，没有选择比如说哎我走这个，那么你吃掉算了，我们再慢慢收官的这个下法。
当然，这样呢，白棋也不见得这个差啊，也不见得差。不过，罗西赫选择了强硬的张闪啊，以他的当时的这个感觉来说啊，他甚至于事后说呢，这当时啊，从这个张闪的时候呢，就压根没觉得这块白棋啊会死，就非常的有自信，就没有觉得这个棋会死。然后呢，黑棋退，补足自己的毛病啊，这个不能冲，看似冲断了啊，但是白棋这里有什么呢？有这个挤的妙手啊，这个黑棋就上当了。当然了，这个作为崔泽汉这样计算力啊极强的人，这个错误肯定是不会出的。那么先补啊，先补强自身，让呢白棋来动，那么白棋就粘，有点一直不舍的感觉啊。这个罗西赫对自己之屋啊非常的有自信，觉得这棋不可能死。当然呢，这个自信是一方面，到底是怎么样，这个就不好说了。那么黑棋也是要冲断，冲断以后呢，这个白棋怎么自顾啊？先提，哎，因为这样呢，现在黑棋这一串啊也没有完全活，这一提呢，这个底下有这个打劫的这个味道。然后，那么黑棋吃，白棋要退啊，这个不能让他提得太干净。那么黑棋虎，白棋呢打，这时候呢黑棋提劫，这个粘上的话呢，白棋打完这个以后呢，这个打就是劫材了，是吧？白棋呢就可以开劫了。刚才这个打不是劫材。要么这个以后打完这一贴，哎，还有不少劫材，这个劫黑棋呢也变得比较重，所以现在呢，这个黑棋提啊，当然白棋在其他地方没有劫材，那么呢也就只有拐吃啊，寻求这个联络。黑棋呢先提掉，先把自己的这个大龙呢做活啊，做活。然后白棋贴，寻求这个味道。黑棋补，由于这个顶是先手啊，这个所以白棋黑棋是不能走这个，这个被一断了就活了，所以走这个。那么现在呢再顶，由于先手提再一提就活了，所以白棋黑棋粘上，这个也是好的防守。那么提掉呢，他就粘住。这个现在依然，这个还在这个激烈的这个战斗中啊，这个属于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。白棋死了，被黑棋吃掉就输了。那么白棋活了呢，这个黑棋的控自然也就不够了。然后白棋挖啊，这里从这个缝隙里啊寻找这个味道，然后打吃提，白棋粘上，这个也是行棋的一个步调。这里呢黑棋贴，白棋拐，黑棋跳啊。好，这边的后路呢已经被这个阻断啊，但是呢这个白棋呢并没有完全死干净，而是呢这个地方由于以后这个断开黑棋是先手，那么呢可以在这边呢继续来做文章。白棋贴，就注意啊，大家注意，就这种提，这个虽然是先手，但是呢这个不要随便去走啊，这种随便一走呢，这棋就很容易把味道都卖掉，这个棋呢就
容易死的啊，认识，所以一定要保留啊，这个白棋先贴，黑棋呢要点着破它的眼啊，注意白棋在这个地方还有个眼位，就是这个顶这个呢是由于打吃这块棋没有活，黑棋还得硬，就这里还留有一个眼位，那么这个地方黑棋不能轻易的退让啊，因为你退让这个走了以后呢，这样白棋啊就容易做活了，白棋就简单的走一个都行啊，因为这一贴这里还有个结啊，这大龙打结活肯定这个不行啊，黑棋必须要进杀。所以黑棋啊，这个破这个眼，白棋冲一下，这个只能硬。然后呢，这时候白棋呢再冲啊，哎，终于呢在这个激烈的这个过程中啊，找到了一条这个哎，跟和这个对方这个厮杀的这一条道路。那么只有断，白棋呢先打吃，这个黑棋呢打一下，再退出来啊，这样呢，这个白棋在这个里面是已经活不了了啊，已经活不了了。那么只有找机会呢去和上面啊这个去对杀。那白棋挖，这个是好棋。黑棋由于气紧啊，这个得粘上。那么白棋再冲，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了啊，就开始把这个黑棋这块棋呢给这个分断。这个时候白棋啊，这个从这里。断呢目数呢要比这样打吃呢要便宜啊，这个也是先手断开的，但是这样打吃啊，这个目数呢就要便宜得多。粘上，然后再粘，打吃，打吃完了爬过去啊，这个是先手，黑棋是需要补的，这个形成了这块棋和这块棋的这个对杀，这个局势就是越来越的这个复杂。白棋先粘，然后呢白棋吃啊，这个是长棋，黑棋拐打提，然后呢黑棋一挖啊，这个是破掉这颗眼，我们刚才说了白棋由于这个顶是先手啊，是先手，黑棋呢这个还得团，那么黑棋呢来破掉这颗眼，这颗眼以后呢，那么剩下就是这两块棋进入了这个对杀啊，进入了这个对杀。那么这个对杀的结果啊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这个双方也就进入按部就班的景气了。白棋吃，一起粘，白棋断，黑棋走，然后呢，白棋叫吃啊，这里冲掉。先冲掉啊，这个是在这个吃之前先冲啊，这个是冲掉以后啊，把这个走了，然后呢这个白棋呢也要这个按部就班的来这个收气，然后白棋紧气啊，白棋紧气。这个地方
虽然有个段，但是现在不行啊。这个段呢是白棋给黑棋留下的一个陷阱啊。如果你把它断开呢，那么黑棋白棋这里叫吃啊扑，这样的黑棋的尾巴呢就必须得要了这都必须得要了。那么这个打吃呢也是先手啊。那么实际上呢就剩一棋、两棋、三棋、四棋。这个时候呢，白棋呢在这个走出来，这个黑棋啊，注意啊，不容易紧住这个白的气，这个是陷阱，因为白棋啊，它这里隐藏着个先手，这样你就紧不住它的气，这是白棋故意啊给黑棋留下的一个这个陷阱。当然崔哲翰呢。这个是也不会上当啊，所以这个白棋紧这个气的时候呢，黑棋啊也不上当，就老老实实的补提。那白棋要扑，这个断点没有啊，没关系。那么呢，这个也就是黑棋老老实实的准备呢，开始收气了啊，收气了。那么这时候呢，黑棋从外面呢先收一口气。那么这一期收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地方就可以啊走进来了。白棋走，黑棋提，白棋交吃。现在两块棋呢进入激烈的这个搏杀。啊，双方的这些尾巴肯定就是说已经是不能要了啊，只能是弃掉。当然，这个也可能是谈不上弃掉啊，这个是被吃掉。那么棋局就进入了这个，收气。那么走完以后，这个黑棋在这里铺了一个啊，这个什么？铺完以后呢，也只能按部就班的收啊。然后，白棋提一下，黑棋，白棋提掉，黑棋呢，提回来啊。好，那么棋局进行到此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如果白棋正常的收。这普通的就收气吧，黑棋收气是吧？大家都这个尾巴是肯定不能要的，白棋收气，黑棋提掉啊。我们一会儿再白棋走，那么这个提掉啊，提掉。我们先把这个尾巴再提回来，然后打吃。这个只能我们一会儿再拿，那么就会形成大家注意啊，看到这个一个结、两个结、三个结。就会形成啊，这个非常有趣的三节循环。就白棋提这个，黑棋就提这个，那么白棋提回来，黑棋就提啊，反正这个劫无止境的。那你再提这个呢，那我就跟着提，反正就是啊，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三节循环的变化啊，三节循环的变化。这个棋呢，就是说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啊，这个难得，应该呢是一个无胜负的局面啊，无胜负的局面。我不知道大家在对局中啊是下过出现过没有，反正至少作为我来说啊，身为职业棋手也下了20-30年的棋了，非常可惜啊，都没有下出过无胜负的棋局。三阶循环，更别说四阶循环、长生等等，这个可以说是一位棋手一辈子难得出现的一个场景啊，难得出现的一个局面，而且在这么重要的这个半决赛中啊，决胜局赢了就进决赛，这个世界大赛能够在这么重要的时候下出这一盘棋，也可以说是世界大赛中半决赛就没出现过，决赛更没出现过啊。那么可以说呢，也是一盘很有趣的棋。
更加有意思的是，就是当时的这个在韩国比赛，当时的带队去的呢是邵伟刚九段啊，作为团长带队去的。在这个时候也是，哎呀，这个很难得，没出现过的事情，那么不能就无胜负啊，总得下出一个决赛来，就开始啊和韩国的一些官员，因为这都是高手啊，邵伟刚也是九段高手，韩国官员就开始讨论讨论事情呢，讨论什么，怎么办？怎么去加赛？啊，这个是，是马上下完这个无胜负以后，接着加赛，那么剩下来的用时怎么办啊？就开始，这些官员呢就开始讨论这一些的一系列的问题了啊。那么，同时在后方研究室，这个广大的网络上的棋迷啊也非常的兴奋，哎呀，终于出现一个这个三阶循环了啊，非常的是。那么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经常如果看魔术的话，看刘谦的魔术的话，是在这个时候，罗西和啊天才的名声，这个呢，终于呢展现出来了啊，展现出他天才的一面。这个就像一个魔术，所有的人的眼睛都看着，但是呢，他却让奇迹发生了。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奇迹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好，我们把棋子啊还原一下，这些棋都没进。那么，当走成这样一个局面的时候啊，我们应该是没有拿错。现在白棋吃了这个没有？我们稍微的看看啊。那么这时候已经是一个三绝循环了啊。三阶循环的话呢，那么现在这个白棋啊，这个走了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啊，出人意料。这个子好像还没有，对，还没有啊。就压了一个，随手压了一个。这个可能崔泽汉一看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谁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啊。这个呢？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白棋先动手，刚才我们说的是大棋。实际上呢，黑棋先动手的话，结果还是一样。就我不把这个，也是一个三阶循环啊，也是一个三阶循环。就是白棋不走也是个三阶循环。那么黑棋就是你走这个，那就等于是整理整理心情，还是随便摆两个啊，看看清楚。这时候呢，崔泽汉就是说呢，毫无防备的。就扳了一手，那就硬一个吧，反正也读不了。你这个是，马上就等着这个，但是就是这漫不经心啊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鬼。这个任何棋手在这个时候都终于三阶循环，兴奋了。那么呢，随便走一个呢，没有防备。但是罗喜和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鬼，看到了一条谁也没有注意到的一个手段。那么先打吃一下啊，东一枪西一枪，然后再收口气啊。那你还是得收吧，这个没有意义啊。好，那么黑棋也收气，这个时候呢，白棋又随手一断。这个时候其实黑棋啊已经很难应付了。这个棋呢，事后而论呢，压的时候黑棋正确的下法是小尖，不能给白棋呢以劫材。劫材，三阶循环。需要劫材吗？是吧？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那个？崔泽汉也是浑然不知啊。那么打白棋力吃，哎呀，反正多吃一个是一个，可能多吃了也没有意义，反正这个也是一个三阶循环啊。他这，那么罗喜和呢，其实呢已经把这个整个计划全部都做好了。那么接下来那个惊人的一手。就要出现了。那么黑棋吃了以后，白棋呢收气，黑棋的提啊，白棋开始收气，提，黑棋提啊。这个崔泽汉走到这时候已经怎么等待这个无胜负了。这时候罗喜和谁也没有想到的。
粘上，自动把三阶循环给灭掉啊，把这块棋呢给弃掉，准备弃掉呢跟黑棋打劫，那么黑棋只能粘上，白棋再打吃啊。这个是所有的这个当时这个观众哎，这都没有想到的，这个三阶循环多难得啊，他偏偏不打三阶循环，要把自己打死，然后呢再吃这个。而这里现在一切恍然大悟，白棋呢造了一个劫啊，结果被黑棋全部提掉。从当初跑出来的时候啊，黑棋这个白棋就没有考虑，就是说根本不可能会死的棋，结果到现在呢变成了什么呢，全被这个对方吃掉啊。这个拔起来我们看看，视觉冲击是非常的这个壮观，但是这个时候实际上被白棋一提啊，这个呢白棋呢已经呢这个大胜啊。因为在这个对杀过程中，白棋尾巴收了一点气，因为在这个洗活之前呢，白棋已经攒积了大量的实地，这个转换白棋的价值似乎没有这个大，但是呢白棋由于前期积累的很多的这个实地啊，就是说呢允许他这进行这个亏损的交换，但是呢能够保证胜利，你不做亏损的交换呢就只能三阶循环啊，这个没完没了。那么呢这个是所有的人啊都没有想到，白棋还能够把他这个这么大一片给弃掉啊。非常有趣的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带队邵伟刚，我们刚才提到了啊，正跟这个韩国官员讨论这个加赛的问题啊，这个突然一听到这个研究室里发出哇这个惊叫声，那么他赶过来一看这个那个电视啊，这个转播的那个，一看完了，他的第一感是罗喜和提错节了啊，停了一招被人家抓起来了，但实际上这时候呢却是他已经大胜的局面啊。那么这个黑棋只能是简单的收拾这个残局啊，这个呢白棋呢也就走得非常的这个简单吃掉。那么黑棋不追究这里的死活了啊，等你这个补完以后呢，白棋再简简单单的一点啊，大胜而告终。最终呢由一盘三劫无胜负啊，这个棋变成了白棋七目半大胜，天六目半啊，这个七目半这也就是说白棋这个盘面还比黑棋这个要好一目，可以说呢这个是惊人的，这个是一个结果啊，一个结果这个。但是罗喜和啊能够瞒过所有人的眼睛啊，把这个三阶循环不要啊，然后再把自己这个送死啊，宁愿冒着自己被人家提起来的这个呢，可以说是出乎世人意料啊，出乎这个世人意料。而且在棋盘上都快结束了的时候，而崔泽汉呢在漫不经心的跟着应的时候呢中刀了啊，这个不过呢如他没有这个罗喜和的这个思维呢，这个输这个棋啊也是这个意料之中的啊，意料之中的，这个实在是鬼斧神工的啊，这个思路这个想法呢，就是说呢罗喜和呢也就对得起神童啊，天才啊，智商164的这个称号了啊，这个称号了。有时候经常我们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呢，这啊是一张或者说是一盘可以这个进博物馆的棋谱啊，非常的精彩。好的，今天的棋局呢我们就讲解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再见。